全村人都住在地下，一住就是几千年。见到地下的装修，终于知道他们为啥不肯搬了。地坑院又称天井院，位于河南三门峡陕县一个被称为中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，是远古时期人类穴居的延续。由于居民向地下挖坑掏窑洞居住，地面上只有树木农田，所以出现了见树不见村、见村不见房、闻声不见人的地下村庄奇观，是中国最风情的窑洞，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，至今仍有100多个地下村落，近万座天井院，一个人挖它个2-3年，能让几代人住上100年。坚固耐用的地坑院，地下阳光房温度常年在20摄氏度左右，天然空调恒温住宅，无论外面刮多大风，里面的风都很小，冬暖夏凉，防震抗震，特别宜居，尤其是每年过节亮灯的时候，场面非常壮观。如此巧夺天工的中国建筑智慧，简直让人惊叹不已。如今这种建筑在当地依然十分流行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